请在60秒内唱出3首军歌。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？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。日落西山红霞飞，战士打靶靶营归，靶营归。每首歌我只会唱前两句。印象最深的一首歌是哪个呢？印象最深的一首应该就是我唱的第一首，因为其实小的时候我是在部队的大院长大的，所以我身边有很多的军人叔叔阿姨们，包括我家人，经常听着他们唱这首歌，他们唱的是很有感情的，我自己也很有感触。每次听到这歌的时候，感觉又回到了小的时候，然后对于军队的一个感觉就是比较帅气的感觉吧。剩下的可能感觉接触最多的大概就是上学的时候军训了，像我刚才唱那几首歌，如果是在军训的时候唱的话，一定会被教官骂没有气势，声音太小，然后在军训的时候唱歌必须都要扯着嗓子去喊的那种唱法。